从现场画面中不难发现，整个嘉年华活动让基隆这个海洋城市充满开放与热情，难怪被交通部的观光年历列为全国性的观光活动。这已经是全国最大的嘉年华了，气氛自然是不在话下。很热情，大家都很热情，太阳也很热情。我们海洋队有27号，你们的大家都是扮演那个游戏角色，对对对，是两个不同的游戏，对对对对，一个是阴阳师，一个是剑桥七星山，对。今年的基隆海洋老鹰嘉年华邀请了许多外地队伍来共襄盛举，为整个活动掀起一阵一阵的高潮，让夹道观赏的民众掌声连连。是巴西的外表，但他是台湾人。对，没错，空打一野赛。先帮我们讲一下哦，今天几位来参加？哦，我们今天总共八位，对，八位的 dancer。对，我们自己的打击手总共有19个人。那你来讲一下说参加的心情怎么样？哦，当然很开心哦，因为我们这一次是我们是代表参加，对，第二次，然后这一次我们是真的第一队，没错，耶、yeah, ，超开心的。然后你们的装扮是属于什么风格？当然巴西风格哦，巴西嘉年华风格哦。我是这次的驻村艺术家，对，像这个都是我的作品，这一只莺歌鱼，还有这个好运老鹰，还有我们的那个好运海报都是我们的作品，对。然后来参加这个活动啊，心情怎么样？就是每年都有来参加，然后非常的开心，因为大家都非常的热情，非常的嗨，而且这都是跟社区一起合作的，所以在过程中我们也有非常好的友谊。屏东县泰安国小，我们是泰可爱队伍，里面有森巴鼓，也有森巴舞，所有的配备都是我们的志工妈妈们一起把它做出来的，谢谢。从一个社区到一个城市，再从基隆走到全台湾，就要感谢大壮观愿景发展协会跟许多在地社区学校以及政府单位密切合作，共同促成了这个全国性的观光活动。记者黄日升、陈淑平，基隆报道。